出现，不醉吹灰之音，左手到右手，继续吹一口气。我爱变魔术，变出神秘礼物，乌拉乌拉 Q。 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好神奇啊！乌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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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乌拉拉拉乌拉乌拉 Q。你看不出奥秘，我爱变魔术，变出神秘礼物，乌拉乌拉 Q。 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好神奇呀、啊、乌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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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乌拉拉拉乌拉乌拉 Q。 乌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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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乌拉拉拉乌拉乌拉 Q。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是一块布，小朋友快看，正面没有，反面没有，都没有。咕噜咕噜，红果果，你在干什么呀？陪小咕咚玩会儿。哎呀，小咕咚，我现在没时间，我在练变魔术的手法呢。啊，用丝巾变魔术呀？对呀。哎，咕噜咕噜，红果果，小咕咚知道有一个大魔术师变丝巾的魔术变得可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真的吗，小咕咚？当然啦，我们一起来看。嘿嘿。Virginia was a lot lizard from the valley. She had a. 哇！太棒了吧！嘿嘿，红果果，你用丝巾也给小咕咚变一个魔术吧。嗯，不能输给他，小咕咚，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棒的魔术，一会儿就变给你看，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棒了！乌拉乌拉 Q， 乌拉乌拉 Q，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小嘉宾傅天蕊，今年五岁。小嘉宾贾新涛，今年六岁。红果果，红果果大魔术师给我们表演什么神奇的魔术呢？哎呀，今天的魔术非常的有意思，我需要大家和我一起来变这个魔术。哇，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呀？布，是一块丝巾，对不对？对。好，一人一块啊，来，朋友一人一块，雨泡泡也拿好。好。红果果手里也拿好一块丝巾，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丝巾，哎，正面、反面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你们也拿起来学我一样，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正面没有，反面什么也没有，对不对？好，接下来呢，红果要拿起这个。这个呀叫钥匙环，钥匙环可以算钥匙啊。好，那接下来呢，一人发一个钥匙环。好，红果果一起来学啊。这个钥匙环呢，把它套进丝巾里，来跟我学，套进去，拿起来。如果我们把下面的手松开，钥匙环会怎么样？来，松开，一二三，会掉下来，对不对？好，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放到中间，
用我们的手呢把它握住，然后呢像红果一样一起念个咒语，好不好？看看我们一不一样呢，一起来说乌拉乌拉跳，让钥匙环掉下来。怎么被绑在上面了？来，大家来看看我的钥匙环是不是紧紧的绑在丝巾上面啊？你们来看一下。下不来了。啊！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来看一下，紧紧的绑在了丝巾上面，对不对？非常的奇怪啊！哇，厉不厉害？为我鼓鼓掌。哦。能同时做的这个魔术，我的钥匙环绑在了丝巾上面，而大家的钥匙环怎么样？都怎么样？都掉下来了，是不是？好的，小朋友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啊？想。那在学这个魔术之前呢，我们要请上我们的好朋友魔小乌拉拉，让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好的，让我们大家一起说魔小魔小乌拉拉。我是魔小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不都在这里啦，把眼睛看好了。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两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和一条丝巾。好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呢就由我大魔术师红果果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这个魔术的材料呢很简单，只需要一块丝巾还有钥匙环就可以了。但是小朋友说了，刚才红果果为什么那么厉害可以把这个钥匙环拴在这个丝巾上面呢？对呀，速度非常的快，在上面打了一个结啊。对，那奥秘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哈。一二三，噔噔噔噔！啊，原来提前已经拴好了。对，提前已经拴好了一个钥匙环。好，红果现在把它解开来啊。好，我们来正式变这个魔术。首先呢，我们找出一块丝巾，好，找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钥匙环呢，从这个丝巾的一角穿过去，不要穿太多，就在这个位置打一个结。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变魔术了。首先呢，我们用左手把这钥匙环捏住藏起来，不让大家看见。嗯，好，各位观众快看，我手里呢有一个丝巾，正面没有，对不对？翻过来也没有，对不对？好，接下来呢给观众展示，哎，我手里呢有一个钥匙环。好，拿起手中的钥匙环，把它呢穿过丝巾的另外一角，把它穿过去，穿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念咒语啦。念起两段，好，一起说乌拉乌拉跳，用手盖住它。好，趁大家不注意呢，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左手松开，松开啊。但是记住了，上面没有被绑住的钥匙环呢，我们要紧紧地拽住它，不让它掉出来，知道吗？松开。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小朋友们来吧，今天的魔术学会了，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加加油，嘿嘿嘿，大家一起拍拍手，一起加加油。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小咕咚都学会了今天的魔术，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一起来看一看。乌拉拉，我也学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事先在丝巾的一端系上钥匙环，并把它藏在手里。第二步，拿起另一个钥匙环套进丝巾中，向观众展示钥匙环无法固定在丝巾上。第三步，假装再次把钥匙环套进丝巾，实际上把这个钥匙环偷偷留在了手中。松开丝巾的另一端，钥匙环就系在丝巾上了。知道了，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也学会了。哎，是的，那我知道今天在我们的场外还有一位魔术师也带来了精彩的魔术表演。赶快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棒小六。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来个魔法的世界，你和我一起。神奇的魔术在这里。小小魔术师周磊来自黑龙江省。下面我给大家变个小魔术，魔术的名字叫心灵感应。首先我手里有几张数字纸牌，然后我请我的嘉宾在纸上写
没有。在这儿有吗？有。在这儿有吗？没有。在这儿有吗？没有。在这儿有吗？有。小小魔术师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智慧奖牌。恭喜！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很喜爱变魔术，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位小小魔术师的话，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网站进行报名哦。是的，说不定下一期的小嘉宾就是电视机前的你哦。好的，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乌拉乌拉 Q， 我爱变魔术。是大哥。嘿，我是魔二。大哥。魔二，大哥和魔二跳啥？大哥最爱玩萝卜蹲的游戏了，魔二，我们一起来玩吧。不，那我先开始。摩尔蹲，摩尔蹲，摩尔蹲完，摩尔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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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摩尔蹲。停停停！为什么总是摩尔蹲啊？就不能让我蹲会儿吗？大哥，嘿嘿，我们重新来。摩尔蹲，摩尔蹲，摩尔蹲完，大哥蹲。哎，可是刚轮到我蹲。嘿嘿，真漂亮！嘿嘿，程程，小咕咚的画完了，你的呢？我也画好了。画了这么久的画，我们该活动活动了。好，那我们玩点什么呢？要不我们跳绳吧？好主意。我去拿绳儿，跳绳啦！绳子来了，哇！我们一起跳绳吧。好啊！停停停！哎，你怎么不让人家玩啊？玩可以，可是跳绳的地点可不对啊！小朋友们，道哥来考考你，我们是应该到户外运动区去跳绳呢，还是应该在房间里跳呢？应该的。户外运动区去跳绳。哇，答对了。程程，活动活动手腕。好啦，再活动活动脚腕。嘿嘿，扭扭腰。好啦，现在我们要开始啦。好的，小咕咚，你先跳吧。好啊，小咕咚要开始跳绳啦。好像这个绳子有点短。道哥要看小咕咚跳绳，你怎么给停了？小咕咚不能跳，很危险。小朋友，让摩尔来考考你，跳绳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长度的绳子呢？应该选择合适的长度，太长或太短都会绊到脚的。嗯，答对了。那摩尔，什么是合适的长度呢？合适的长度就是当小朋友们像这样拿着绳子的时候，绳子太长或太短都不行。哇，摩尔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小咕咚要开始跳绳啦，小朋友们给小咕咚加油。小咕咚你跳得太棒了，我要给你数一二三。哦，我的天哪，哦，这怎么了？玩得多开心啊！小朋友站得太近了。小朋友们，摩尔来考考你们，当有人跳绳的时候，你们应该站在哪里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离得太近，绳子会打到人的。对了，你要离小咕咚稍微远一点，小心小咕咚的绳子打到你哦。好的，小咕咚，我们一起来跳绳吧。跳啦！小朋友们，跳绳要注意
起唱吧。小朋友们请注意，跳绳要到运动区，绳子长度要适宜，旁边有人要远离。小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跳绳要到户外运动区，绳子长度要合适，不能靠近跳绳的人会被打到。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我是道哥，还有我，我是摩尔。再见，再见，再见！啦啦啦啦啦，马上就要画好啦。我画的画漂亮吗？哎，小朋友，你知道小咕咚画的是谁吗？小咕咚和小丑琪琪。对了对了，你们看，这个是小咕咚，这个画的是小丑琪琪。小咕咚和小丑琪琪在公园里玩呢。哎，听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画了好多画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画的是亭子里的小树，这是我们画的画，我们画的是兰花，我画的是外星飞船，里头有三只小熊，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画的国画葡萄，我画的是一个小刺猬，这个小刺猬掉下来了，里面还有一个小虫子。这是我来画的画。哇，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画的画可真棒呀，那我们一起鼓鼓掌吧。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我是小咕咚，叮叮，我是你们的朋友叮叮。
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叫张家杰，今年五岁了，我喜欢练武术。变了一个神奇的魔术，你们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把你们变魔术的过程当中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你赶快行动起来吧。妈妈，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108信箱，智慧树栏目互动箱，敢不邮政编码是10038，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小朋友过生日，奇怪的是桌子上的空杯子不见了。在明天的科学泡泡里，将要展开一场侦探游戏。小成员们能不能顺利地帮助明明小朋友找回杯子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晚上6:30的智慧树。